法 eta 为方程式的两个根是求下列各式的值。第一个，阿尔法平方加上贝塔平方的话，等于阿尔法加贝塔的平方减掉两倍阿尔法贝塔。所以我们先知道阿尔法加贝塔跟阿尔法乘贝塔等于多少。那阿尔法加贝塔两根之和 ，a 根之负 b 二分之七。啊，阿尔法乘贝塔两根之七二分之负三，所以把数字套进来，四分之四十九减掉负三，所以等于四分之六十一。第二小题，阿尔法分之一加上贝塔分之一等于阿尔法乘贝塔分之阿尔法加贝塔，把数字套进来，二分之七二分之负三，所以等于三分之负七。第三小题，阿尔法减二乘以贝塔减二，展开就是阿尔法乘贝塔减掉两倍的阿尔法加贝塔，所以把数字套进来，二分之负三减掉二乘以二分之七，就算出来是二分之负九。